小姐，您是今天第一个来我们超市的客人，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送给您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太高兴了。这是我们超市送您的环保购物袋，祝您购物愉快。谢谢。小姐，您是今天第一个来我们超市的客人，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送给您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太高兴了。这是我们超市送您的环保购物袋，祝您购物愉快。谢谢。小姐，您是今天第一个来我们超市的客人，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送给您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太高兴了。这是我们超市送您的环保购物袋，祝您购物愉快。谢谢。小姐，您是今天第一个来我们超市的客人。小姐，您是今天第一个来我们超市的客人。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送给您。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送给您。真的吗？谢谢你。真的吗？谢谢你。太高兴了。太高兴了。这是我们超市送您的环保购物袋，这是我们超市送您的环保购物袋。祝您购物愉快！祝您购物愉快！谢谢，谢谢。小姐，您是今天第一个来我们超市的客人。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送给您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太高兴了。这是我们超市送您的环保购物袋。祝您购物愉快。谢谢。小姐，您是今天第一个来我们超市的客人，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送给您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太高兴了。这是我们超市送您的环保购物袋，祝您购物愉快。谢谢。你好，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月的普通话水平考试。对不起，报名工作今天上午刚结束。啊，那下一次考试是什么时候？8月15号，报名时间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查一下。
你好，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月的普通话水平考试。对不起，报名工作今天上午刚结束。啊，那下一次考试是什么时候？8月15号。报名时间，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查一下。你好，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月的普通话水平考试。对不起，报名工作今天上午刚结束。啊，那下一次考试是什么时候？8月15号。报名时间，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查一下。你好，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月的普通话水平考试。你好，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月的普通话水平考试。对不起，报名工作今天上午刚结束。对不起，报名工作今天上午刚结束。啊，那下一次考试是什么时候？啊，那下一次考试是什么时候？8月15号。8月15号。报名时间，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查一下。报名时间，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查一下。你好，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月的普通话水平考试。对不起，报名工作今天上午刚结束。啊，那下一次考试是什么时候？8月15号。报名时间，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查一下。你好，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月的普通话水平考试。对不起，报名工作今天上午刚结束。啊，那下一次考试是什么时候？8月15号。报名时间，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查一下。